除了严伟林之外，应该带着团员来，对不对？是鼓手克拉克。激动。怎么有蛋糕呢？那是因为今天是小欧的生日啊，对不对？十一月八号哦，祝你生日快乐！来来来来来，再过来再过来再过来。记得要唱歌啊！你要唱歌吗？要学民族。来来来，吉友跟严伟林的关系是在以前小时候就。他小时候的时候，我就看到这个，吓死了你！又算冷落的老板，我就说这个女生怎么怪怪的，一个怪女生，每天都他。总觉得他对啊，眼睛都画得很黑，然后总觉得他每天都不是很快乐。你不是只有打工吗？你画个烟熏妆去干嘛？对，我都不敢跟他讲话，其实我都不敢跟他讲话。然后我还研究为什么激动走路都有力气、啊。然后后来我发现，就是他走路很慢。等一下他抬不抬你手？他抬不抬？我那时候觉得他很帅啊。这样子啊。就是他觉得他走路还是很瘦。高上台对，好不好？然后后来我就学他走路都很慢。啊、真的假的？哦、是是是，因为我跟你讲，其实这件事情太奇妙了，我一定要来解释一下这样子。因为大家都知道董事长是很标准的台客团这样子，很有态度，很有思想这样子。那严伟林，因为我们的印象都还停留在主流歌手这样子，所以说这次是在音乐上跟这个激动有合作。对，其实前面有个渊源是他激动把我从上一份合约里面救出来。哎呦，对，救命恩人、就是。所以我每次表演他都会出现了，可是我就看他不快乐，我就问他，哎，你是吧？家里发生什么事？怎么每天都愁眉苦脸？是是是。他就跟我说他有合约上的问题，他就说那你经纪人是谁？我帮你打了他几通电话，把他约出来，把他大家讲一讲。真假的？对啊。只要他调一下事情嘛，对对对。敲很久，敲很久。就当天就把那个经纪人灌醉，然后应该没问题的。这还假的啊？隔天他起床，他不认账，我也忘了，我们心情也没那么糟，忘了录音录音。就他不认账，他怎么办？我就后来又找了演艺圈的大哥，再出来敲一次，哦是哦，才成功。然后终于把严伟林解救出来，对不对？对啊，那个他经纪人 OK， 我就当天就把支票赔给他经纪人，就赔了，他也赔了一，对他来讲其实还蛮多的，几十万的那个，七十多万。75了，好可怕。好，这是吉友的部分，大吉利好。镶金也镶三座金鹰奖啊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对，好，所以说这个今天小欧又是生日又是发片这样子，有什么话祝福小欧这样？那就其实也知道小欧很久没发片了，所以就是身为好朋友一定要来力挺。但是今天其实我不只送蛋糕而已。哦，这样，对对对，我跟你讲，这样礼物的部分我们一个一个来这样子。好，吉董有东西要先送小欧，对不对？对对，好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可以请吉董解释一下。啊，哎、等一下，浴火重生哦，来来来。他好不容易装破，跟你就出来。OK OK， 来来来，请坐，请坐。就送他一把小吉他，希望他可以多多写一些好歌。哦，是，你现在也是创作型歌手这样，这个是吉董的这个心意，心意这样子。好，来，有什么话谢谢吉董？谢谢吉董。还好啦，因为我们每天都见面，都每天在讨论那个音乐怎么做，所以是已经。那个记者会，发片记者会就要来点特别，因为平常都太熟了，不会讲一些什么太恶心的话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心里面真的有对他有一些什么感谢的？今天不如就当着他的面，当着所有媒体的面见证一下。别忘在 APP 给我加。就是其实我一定要他在我才可以安心，所以我希望一直可以的话就一直合作下去这样。包括他配唱什么，就是做音乐，他都希望我在旁边，他才会觉得他。他不来我就锁死，然后他一来，他其实也没有讲什么，然后就好了。好，感觉跟他相处的时间比跟老婆的时间还久。OK， 好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好，来短一短给好，这个吉董送是这个富有这个意义的吉他，这样对好。短一今天带来什么东西来的？我带这个礼物，保证催泪。怎么了？你干嘛催泪？人家今天发片很开心啊。然后就感动到流眼泪。是，没错没错。应该是你刚得到的金鹰奖，献给他吧。这个我还没拿到。啊，还没拿到的，好不好？上礼拜的事情，好，你送什么东西给他？好，我送他一份亲情的礼物。